来吧，兄弟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啊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开始这个充钱，好吧？先来两个六四八，然后直接就把电美干蒙圈，好像可以充三个，那来吧兄弟，那咱就先来三个六四八，好吧兄弟，先来三个六四八，然后轻轻松松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电美给他干蒙圈。这种低端局啊，兄弟们，咱先说好，这种低端局以后你们谁要是再让我玩，我给你们说啊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这种低端局你敢跟辣椒哥玩？出啊！2200，来个3000，2100，3000，1500，我去你个老表，你脏死了吧？这太扯了，这东西！哎，我的妈呀，什么鬼？我的妈呀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止水看法器，少年看法器，少年看法器好像也可以盗墓一下。命字不要止水，我也不想要。哎，本来也是个，我不想要，我不是太想要，这钱吧。看啊，咱们卡法奇，千手飞天，虚中佐助，四代雷木。我们今天这个卡法奇房就出来了，卡法奇这个今天肯定要出来了，十，记住40秒，八，七。六五四三二，看好了，卡卡西就差一个了，够了兄弟们，够了够了，自选配置来把这个改一下，不要卡卡西了，第一个咱不要卡卡西了，来个这个什么百豪鹰吧，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辣椒哥你弄个这个百豪鹰啊， OK 了，对不对？接着秒，有人说这个百豪鹰特别厉害，我不知道真厉害假厉害，反正咱就随便买吧，好像咱们说厉害了，咱就当他真厉害，好像。我去你个老屌，钱不够了，妈呀！但是我 Q 币不知道够不够，我 Q 币看能不能再充300 ，OK， 300能来一下168，来个168，再来个98啊，充不了太多了，充不了太多了，钱是不是太够了？咱们就不再充太多，就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，能秒完这圈应该就差不多了，我感觉应该是快到手了，来着。好，次数上限。OK 了，把这个次数啊秒上线就 OK 了。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充值红包，咱们把红包再开一开啊，400很好啊，300也很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咱们就做咱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做什么事情呢？应该来招募了，哈哈哈哈。但是招募之前，咱们先升一升级，然后就来招募神威卡卡西。啊、兄弟们，卡卡西出来了，我去你个老鸟！太帅了吧，两个卡卡西，兄弟们，这个奇木卡卡西跟这个奇木卡卡西万花筒写了你有区别吗？兄弟们他俩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刚才我们还见了个什么卡卡西，少年卡卡西在哪儿呢？少年卡卡西还有个少年卡卡西是个什么级别的 ？A 级还是 B 级？估计是个 B 级的，估计是个 B 级，在哪儿呢？少年卡卡西你在哪儿呢，帅哥？卡卡西的头发按说很好认的，咦啊，在这里，暗度卡卡西那也不是这个呀，叫少年卡卡西，这个。奇木卡卡西星之剑令啊，不是自来也，我去，少年自来也，妈呀，长这样，你个老爹太脏了。好了，兄弟们不说了，这回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接着整，接下来咱们就抽穿越火线赏金令1000级。